你知道核心特约诊所特约门诊要挂号费多少钱吗？你知道那个南部有一个立委跟我说啊，有一家医院啊，挂号费6000元，因为你缴了6000元可以优先排病床。啊，你刚才有挂号费呢？你给我诊所评5星级，可以抵50元。啊，今嘛出现那种乱象。这个作何感想啊？啊，医疗起码想呢，有钱的才有法度优先，无钱的无。这个我们多加各里会的咨询啊，了解一下，了解一下。没有，我是问你作何感想啊，不是了解一下。核心你都查不出来啊，一个核心你已经十分钟啊啦。我告诉你，他的特约门诊公布答案2000块，这个饼越做越小，把自费的系统越做越大。真的排挤了医护人员哦，这是整个国家医疗体制即将崩坏。挂号费，你今天扯这个是要让它再增加吗？挂号费还是有彼此竞争的啦，不可能说我们同一条街上，啊，你也收啊贵的话，都没人要去啊嘛。哦，所以嗯，但讲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话啦，可能还是会维持到一礼拜，那两个囡仔生病爱看病，1500块，其实对很多人负担是很重的。